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 Good evening, my name is Chairman George. I'm a Greek Canadian performing artist, often going to China. 朋友们，我是那个常驻中西，我经常去中国演出，我是之前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我就在渥太华，但是中国是那个我的第二个的故乡，我非常。 非常荣幸，能和一位到而来的著名歌唱家王小英女士一起演唱这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名叫《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想欢迎您来到我们白求恩的故乡，是这样的。